我是慈悲，一位想上白金的慈悲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教你。什么？快教我！有 freestyle 吗？freestyle 很重要，这是慈悲的一部分，也是基本能力之一。就是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技术，在你的手感里面能够随时出来。可以的，又。没想到一个原始竟然叫我 freestyle， 我每天上飞下飘，不你输出不你坦克，你却只在后面射你的标，咻咻，要不跑到前面吃了伤害，只是个送头，这样还不打紧？你还说了我有大面元是一百小浪，一打六个不要怕，把他大后就打爆他，所以我就你一起升，我就听到了你喊 Yuji no Kyokura 啊，没有错啊，就是啊。输出金牌又怎样？你这种态度，永远只是个废物。我需要治疗。